叫 Serdar， 我来自从土库曼斯坦，就是在土库曼斯坦中石油有一个海外的一个大的项目，在阿姆霍公司。我加入中石油已经16年了。入职时候我是一个工艺工程师嘛，通过努力工作，现在我成为了一个生产部副经理。嗨，朋友们，又见面了，北京我来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参观了中国考古博物馆。在博物馆呢，我们看了中国那个历史的文化，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那个印象，很有意思。我已经在那个我们公司已经16年了嘛，所以我交了很多中国朋友。昨天我的老朋友请我吃饭嘛，他有那个一个女儿一个儿子，他的孩子非常高兴来外国人看他们，所以这是对我留下了那个深刻的印象嘛。在那个在我们国家的东方同事们友好的，我们一直互相支持。比如说在工作过程中，他们如果有需要什么的帮助，我们一定帮助他们。这样我们怎么说呢？一个家庭一样。我就是2008年，我记得原来的那个同事们，他们教我们汉语。2008年开始的，每天一个小时左右，他们教我们汉语嘛。我很喜欢学外语。我们阿姆霍公司那个中国人呢，也会说俄语嘛，所以我们互相交流用两个语，俄语和中文。他们帮助我们提高那个汉语水平，我们帮助他们那个提供俄语水平，这是互相帮助的那个。